呢部小说最快里边，内当咧红色波嘅够响照赢啊！咁啊，中间黄色波都快嘅飞尔红色啦。开边第三位就粉蓝宝嘅珍珠大哥啊，三只马入晒镜头噶啦。好啦，准备转啲六百米弯嘅时候咧，单骑放喺里边落栏咧就够响照赢啦。开边跑上嚟就系珍珠大哥，再嚟个半马位后边咧，第三位咧就系飞尔红石嚟嘅。好啦，咁啊转呢个四百米弯入最后直路啊，两只马前面放嘅，里边落栏够响照赢，拍住开边咧走中档就系珍珠大哥，再嚟三个马位咧。轉出開邊嗰檔信就飛爾紅石，不過走勢係麻麻地嘅啊！好啦，鬥到嚟最後呢個200米路程啦，兩隻馬前面鬥嘅，裏邊內欄咧就係夠響照贏，開邊走勢強勁少少係珍珠大哥啊，一路壓住裏邊嗰只夠響照贏嚟嘅，咁啊唔入鏡呢個飛爾紅石。好啦，咁啊準備過終點，贏第二組次就係珍珠大哥，跑第二名就係夠響照贏，第三名就係飛爾紅石。